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售。本月21号，2020中国好声音终于迎来了首播。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顶级音综栏目，在节目刚刚播出的当天，中国好声音就向人们展示了它无与伦比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。在好声音未播出以前呢，网友们议论最多的就莫过于下滑的口碑，这些年它的热度不如从前。众所周知，中国好声音算上今年，这已经是举办的第9个年头了。我们不可否认，前几届口碑的确是呈现下滑趋势，所以很多的资深网民认为今年的好声音也强不到哪去。大家围绕着好声音今年所做的一些改变就此展开了话题。首先就是导师阵容有没有深度暂且不说，但从各位导师的年龄上来看呢，这一届的4位导师是以往当中最为年轻的。如果你说没有深度，那么李健啊、谢霆锋啊，他们作为华语乐坛的顶级选手，曾经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兴衰，每个人都有几首经典作品，至今依然是被人们传唱，他们的实力应该是可以了吧。李荣浩和李宇春虽然是后起之秀，但是他们的音乐作品呢，标新立异，风格各有不同，也可以称之为现代流行音乐的引领者。另一方面，今年的好声音为广大拥有原创能力的学员提供了展示的空间，节目比以往更丰富更吸引人，但是仍然有大多数的人不看好。结果就是在8月21号晚，中国好声音准时播出，在节目播出当天，有关于好声音的话题不断的登上热搜榜。可以说在其播出之后的24小时之内，前20个话题都是关于好声音导师的阵容，一时之间中国好声音简直就是土榜，其中由4位导师演唱的歌曲更是横扫各大音乐平台，由此展现出中国好声音王牌影响力。另外首期学员演唱的歌曲呢，也是斩获佳绩的，其中潘虹演唱的最好和宋雨宁的原创歌曲三巡都闯入了2020年新歌榜前10。节目的开场依照惯例呢，是导师各唱对方的歌曲，李健演唱的是漂浮的地铁，这是李宇春的歌曲发行于2007年，现场的掌声一浪过高一浪。而李宇春演唱了《要我怎么办》，虽然从头到尾听完感觉有些口水，但是很上头，也很好听。谢霆锋的《传奇》和李荣浩的《谢谢你的爱》1999两首歌在现场掀起了一个小高潮。当然，最精彩的地方呢，还要数各位导师抢人了。李健走的依然是文艺路线，三句话里面起码包含着4个成语，而且不断的有梗从李健老师的口中抛出。几位导师你来我往，不亦乐乎。李宇春作为今年的萌新导师，刚开始还是一脸的懵，显得有些无从下手，不过很快啊，他就摸到了路数，给自己制定了一套抢人方案。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呢，4位导师基本已经达到了融洽，6位学员每个人的风格都各有不同，原创歌曲在网民之间的反响也很不错，首播就来了个开门红，开创了近3个季度以来首播收视率的记录。导师之间互动有爱，学员歌曲登上音乐榜宝座，这些都是可喜的成绩。网民们的总体评价也很高，大家都一致认为本届好声音是有深度、有看点、有话题和新鲜感的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？现在看中国好声音，除了喜欢以艺术的角度享受这场音乐盛宴，有时候也难免会想过去的时光大多都沉浸于学业和书籍的自己，不懂得追星和娱乐，其实错过了很多风景。比如说当年叱咤歌坛的谢霆锋先生，谢霆锋越来越绅士，认识并且欣赏谢霆锋先生始于那部电影《一生一世》，很喜欢其中男主和女主的表演，故事很动情，演员很真诚，所谓爱到深处无言亦无边。当你用肩膀扛起另一个人的梦想的时候，那就是最纯粹的爱情，那种爱直击生命痛处，爱之痛，情之深，爱到完美，死亦无憾。第二次印象深刻的谢霆锋先生便是他来了中国好声音，才发现这个人对音乐的痴执，对于学员的栽培和带携，于是谢霆锋三个字多了一份谦虚，一份平和，一份对音乐的专业表达和对学员悉心指导提携，一路以来走出自己独特的风景。他激情澎湃地拥抱着摇滚情怀，这样他那个夏天热烈而丰富、大胆挑战新锐风格又稳步指挥学员用心布阵巧妙应战，从原来的少年成名到那一年的为人师表，绅士内敛，才学专业。尤其记得他和学员合唱的那首《作曲家》，那份贴心的鼓励，为艺术放下身价，只求给观众最精彩的展现。从艺之人最看重的是一份对于艺术的尊敬，当你专注于艺术之神
前的时候，全身心地将其做到更好；当你为人之师的时候，则是毫无保留地做其向导，即使甘当绿叶，也愿意成全他们的精彩。这其实呢，便是绅士的日常：热忱、无私、包容、真诚、尊重、用心。所谓绅士，其实呢有两种理解：贫困时的坚韧，富有时的担当。《一生一世》里的男主完美诠释这两重含义。2018年的《中国好声音》导师谢霆锋专注于艺术，提携后来者，一场活动呈现了绅士版的日常。二，谢霆锋越来越深情。这一次，当谢霆锋先生再次来到《中国好声音》导师团，并唱起《想你时你在天边》，《想你时你在眼前》，《想你时你在脑海》，《想你时你在心田》，李健老师先是鼓掌点赞，然后呢便陶醉其中，闭上双眼，陶然、醉然、怡然，并不时的微笑扼手，以示喜欢。于是我们发现，今天的谢霆锋先生越来越温暖，越来越深情。他用心着演唱着每一句歌词，音乐打开时候流淌出的除了优美的旋律，还有真挚的情感，柔韵悠悠，深情款款。现场的观众一起鸣唱，能够感觉得到爱若一朵雍容的花，静静的随歌声绽放在舞台中央，绽放在多少人的心上。曾经的追风少年，倜傥演艺圈乘风破浪，开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。今天已届不惑之岁，依然洒脱年轻，不输当年风采，只是岁月雕刻了这个灵魂，给他深情无限，承载着深沉和积淀文化的、生命的、精神的，从容的在舞台的中央出现，让人们独赖不失青春的容颜，已经成熟的思想正在收获爱的春天。从艺术角度欣赏一场活动，会发现越艺术越单纯，越单纯越美好。为艺人的绅士在舞台上面给人们美好正能量。2020的中国好声音有一个名字，阳光帅气，它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精彩续集呢？期待下一期，期待更多惊喜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啊，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